女人的心思哦，是我们男人没有办法想象。没那么夸张。我可以为了他把我喜欢的男生当给他。那个男生本身没有意见的吗？我让我的男朋友接墨镜上班。这是大忌。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啦。墨镜大，墨镜大。墨镜家最近的捷运站是哪一站？神保两站哦。我男朋友说都是送你到这里哎。你在。